赛奇呢，你们也大家也都听到了啊，你们也都听到了这个哈姆雷特的变化。我们把它称之为变化，是因为无论是在他的外表上，或者是他的精神上，他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了。除了他父亲的死之外，究竟还有什么原因呢？把他急成了这种疯疯癫癫的样子，我实在是无从猜测。你知不知道？哎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你们两个从小是跟他一块长大的，对吧？后来也知道他的脾气，所以国王就特意要请你们二位，哎，到我们宫廷里来住上个几天。陪陪他，替他解解闷儿。同时也窥探一下他究竟有什么秘密的心事。事实我们不知道的，也许一旦公开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替他对症下药。坐下。遵命，信使。你信使，我信使。你好，信使到。